嗨，各位，我们现在来到了迈阿密。刚下飞机之后呢，因为我们就很想上厕所，我们去厕所居然有个阿姨在水槽那边吐，然后搞得我就是满脑子都是那个阿姨在吐的画面。我刚在搭 Uber 的时候我就很不舒服，加上你们知道我很容易晕车，所以就有点晕车，那我脑中就只是那个阿姨在吐的画面。我们现在 recoup 了一下，现在可以出去走走了。快傍晚，然后外面应该也不会这么热了。这次我们打算就是轻松玩迈阿密，真的是来度假的，因为太久没放假了。后面好吵，然后桌子好挤，但食物很好吃。最近美国最流行的一种 cheese。I hope you enjoy it and like it. Thank you. I'm gonna buy you more ice cream. All right. Thank you.Good. Very cheesy. This is Italian noodle. Inside is empty Italian noodle. Because I really like this kind of Italian noodle. Although I don't know what it's called.这个比较好吃，我的这个叫普通。嗨，大家，我们现在回来饭店了，然后现在快要夕阳西下了，所以我们决定去泳池里给它泡一下，结束今天一整天。来迈阿密之前呢，你知道我就是每次出来玩，我都觉得不行，我要好好打扮，所以我这次又好好的搭配了一下衣服，而且我还很认真的搭配了，你们看指甲，我今天穿了一个比较素色，然后下面穿牛仔裤嘛，我就搭配了一个。紫色的指甲还蛮可爱的，很好看哦。那个口罩我今天也有搭配，我今天一整个人就是一组的。我这几天呢也会跟我的指甲都做搭配，你知道多么的认真的一个出来旅游啊！因为这次旅游其实我们行程没有很多，所以真的是蛮chill的一个行程，刚好可以认真搭配、认真吃饭、认真放松、认真放假。大家早安，今天早上的行程呢，我们等一下11:30的时候要去吃一个 buffet， 那家餐厅就是 Zuma， 是一个在迈阿密纽约都有的餐厅。因为我们不是很爱看 Mikey Chen， 就是一个 YouTuber， 他常常就是在世界各地吃各种buffet 跟料理，通常我都不会被他吃的东西吸引，他吃东西吃很多，所以通常我们看只是娱乐效果居多。但是他有一次去到这家迈阿密的餐厅，那我就看那个 menu 跟整个餐厅的感觉，我就觉得天哪，如果有一天我来迈阿密一定要去那家餐厅，早就预定那家 buffet。 那我是一个 brunch buffet， 然后他主要是偏日式的 buffet， 就是有生鱼片啊、寿司，然后一些比较多日式料理。下午我们要再去一个 garden 跟 museum， 所以感觉很热，我就戴了一个帽子。我想，我就觉得迈阿密非常的适合绿色的东西，因为这边就是绿油油的。然后我的指甲也换成绿色了，我早上刚换，边看 F1， 现在 F1 快比完，然后边换，是不是觉得
蛮好看的，这个偏绿色的，然后有一点彩绘的感觉，这一款非常适合迈阿密。今天整身的话呢，我大概就穿了一个这个。我们讲迈阿密女生穿这样还算太多，她们路上都穿着比基尼，然后外面有一个罩衫，所以我算穿很多了，非常适合夏天的一款服装，有没有？好。I'm gonna try this tea first. Very refreshing. Patient food and matcha. It's really good. 这里的服务生服务都超好的。OK， 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 video 看到，他去拿了两次，这是一个温泉蛋，然后它里面有一个 truffle butter， 他说超好吃。哇 ，OK， 我现在蛮期待这个东西的。这东西就摆在 buffet 的第一个，感觉是他们的 signature。一些各种新香料加上一些有点 crunchy 的东西在这里面，就蛮好吃的。然后温泉蛋它煮得刚刚好，我不知道它怎么弄的，它那边有一个机器，蛋软烂的程度刚刚好，蛮好吃的。我看他们晚餐的 menu 上面蛮多人会点这个。它就是 the sauce。这酱汁很好吃，因为通常我不太喜欢吃任何东西的酱料，但这个酱料是好吃的。这个 buffet 呢，他们都有包含一个主餐，然后我的主餐我点了 vegetable tempura， 我觉得甜不辣不错，但甜不辣里面有三样东西我不喜欢，一样是。但我刚刚以为这个是那个番薯，就这个是红萝卜。然后呢，一样是我不喜欢吃甜椒，就我觉得甜椒吃完打嗝都是甜椒味。然后这个我刚刚第一口吃这个 asparagus， 我觉得还可以，但是就没有到超爱。但是我觉得它炸得非常好，只是玄物上面有待加强。然后我就把我最爱的莲藕留到最后。Very good. Everything that you have here is only made for brunch. Okay. So they don't make this for dinner. Yeah. Yeah, I'm talking about everything. Great. Not bad. My money is worth it right here. 各位，我们现在吃饱了。吃太饱了，之后那个甜点真的是饱翻天。这家的 brunch 两个 package， 一个是130的话是有包含所有的饮料，酒精无酒精都有，然后再加那个我们的 brunch， 但是我们就没有那么爱喝酒，跟饮料我们也喝不了这么多，这样的话是90块。那我觉得有没有值得呢？我个人觉得在美国应该算蛮值得的，但因为就台湾的 buffet， 你用90块，大概2700台币可以吃到非常好的。台湾跟美国不能比，不过我觉得在美国这边还不错。甜点的部分我觉得非常的好，水果什么的都很好，这个是好 brunch 的推荐。
很美吧？但现在超级热，我们现在下午两点在这边走。我们有一次去东京，在新宿御苑，然后也是夏天，就是跟现在一样热。但是那天我穿了长裤的牛仔裤，我还记得那一天。今天我穿对了。各位，我们现在回到饭店，你们觉得长得比较不一样吗？应该看不太出来。我昨天不是说我们住 Edition 吗？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呢，我就在那个水槽看到前一个住户住的隐形眼镜，用过的那一种。然后我想说，好，就一个隐形眼镜而已，我也不想要再打扰房屋什么的。我们就想说，好，算了。我们就昨天待了一个晚上，然后昨天不是很热，我们吃饱饭回饭店洗澡，那个洗澡的地方就开始淹水，就是那个水一直下不去。然后我们就打电话给楼下那个房屋，然后他就说，哦，好，他们会请人上来修。我就说现在吗？然后他就说，如果你们不想要现在的话，明天早上也可以。因为我先洗了，然后大叔不能洗澡，然后我们就说好，那不然就现在吧。那就过了超级久之后，他们都没有来，那我们就打电话下去说，哎，请问你们有来修吗？然后他们就说，哎，还没上去吗？反正就是又过了非常久之后，他们才过来修。我们中间已经等了一个小时，等到那个水都退下去，大叔都已经先去洗了，他们才来修。好不容易修完之后呢，因为我们就发现我们忘记带那个牙膏，然后我们就打电话去给那个房屋说，请问你们有牙膏吗？他说，哦，好，我马上送上去。过了40分钟之后都没有送上来，那我们又打电话去说，哎，请问刚刚我们说的那个牙膏，然后他们才又派人送上来，但是那又大概过了20-30分钟以后，反正所有东西都很慢，我们就去睡了，因为就主人就很累。然后呢，4点半的时候，隔壁的人突然超爆吵，他们突然开启了大 party， 我们打电话去楼下说，就是隔壁真的有一点吵，就是吵到我们睡觉，他跟我们道歉，然后说他们会派那个 security 上来。然后今天早上我们去吃午餐的时候才想说，哦，好，不是明明就是来做 edition 怎么那个觉得整个 hotel 的感觉没有很好。然后我们今天不出去，我们刚刚回饭店立马有人打电话来说，哦，就昨天很抱歉房间没有准备好，然后晚上又吵到我们这样子，然后就帮我们换了一个房间，算升等。虽然说这升等也只是多加了一个阳台，然后这个阳台面对外面游泳池就还 OK， 因为本来房间没有阳台，那我觉得房间本人就是还好。Good morning， 嗨，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在迈阿密的第几天啊？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们现在是有一个小阳台，我觉得还不错。今天的行程就是没什么的行程，只有晚上有一个行程，就是我们晚餐要去吃一个我朋友推荐的，反正他非常推荐的一间餐厅。今天我们打算先去骑脚踏车，我们再去海边躺一下，所以我现在就是穿得非常的 casual。但我发现我上次去夏威夷也穿着一模一样的服装，好像耳环不太一样。勤俭持家的我就觉得，这泳衣好像也只穿过2次，上次就是在夏威夷，这次就现在，所以我觉得每次要度假去买新的泳衣好像也有点说不过去，所以我就再穿一次，而且这件我就蛮喜欢的。我发现昨天跟今天都穿绿色的，然后这两件衣服还刚好都是 H&M， 我知道应该会还蛮多人问。今天搭配了指甲，超可爱！你们看这个，我刚刚在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因为这款是我新，应该是我新拿到的，然后我还没做过。这个指甲就是整个让我有一种非常害羞的感觉，因为它有点渐层，就是害羞的指甲。Baby, you make me feel fine.
Traveling the world still I miss my friends. Seasons turn, go home again. Drive in reverse when the summer ends. And you get me high, you get me thinking. I want it over again.你知道现在多早吗？现在根本就还没六点，但我们就是很无聊。我们今天一整天都在饭店尽情的 chill， 我们已经去了海边游了泳，在游泳池待了非常久，刚刚又在阳台上坐了超久。现在我们要非常缓慢的步行去餐厅，背景好美。2 days. That's what they said yesterday. But it's raw. It is raw. Yeah. Cooked is not probably the right term, but that's the word he said. Oh, please. Do I serve myself or just eat this? Well.Pretty good.、Oh. Just got a lot of cilantro up front. 大叔很讨厌吃香菜、他觉得还有那个香菜讨厌的基因。你们知道有一种人就是吃香菜会觉得有那个味道的。That's really good. I love it. It's cilantro. It's heavy on the cilantro at first.I don't think I can ever understand the form, but it's not easy. Looks fancy, doesn't it? It's like air. 我觉得里面鱼的成分算少，但是它里面口感很复杂，我觉得蛮好吃的，因为它里面有坚果，然后又有洛梨，然后又有那个香菜，又有那个气泡，真的很多口感。About the texture. Mm-hmm. Good. Mm-hmm. That looks good. Imported from Barcelona. 我跟大叔结婚的那天呢，我们就是在亚特兰大的一家吃这种西班牙 tapas 的店。然后之前我们约会的时候也有去那家店，我们都很喜欢那家店。How is it? So good. Might be better than Iberian pig. So good. Oh, 好好吃哦。Everything. A lot of tomato flavor. Very good.
超级好吃，炸店 so far 两样东西都超好吃。本来那个这个火腿我想要等到、cheese 来再吃，但我受不了了。So creamy. Wow, potato. Looks so not impressive, but so good. 东西有点马铃薯的嚼劲，然后酱会辣。哦，这个也很好吃。Looks like dumpling.这个外面是甜椒，上面就是很像冰花煎饺的那个冰花。我觉得这道还是蛮好吃，但是因为我个人没有很喜欢吃甜椒，所以这道我还好，但是是好吃，调味什么都很棒。That's good, then. Yeah.Can't even pretend. So good. 这个外面呢，他说是用咖啡 rub， 然后 I don't know， 超嫩超嫩。What's up with this phone? Passion fruit.Coffee, it's coffee foam. Foam, 我不懂，还是不懂。但是这个酱有 passion fruit， 就是百香果哦。真的，咖啡跟百香果原来那么搭。Big on squid ink. It's not bad though. I mean, it's more about like you're gonna like it. I think. It's the older guys. So perfect ending. Love it. 这个面线很像俄阿米索的面线，我有点不太懂这个面线，但是是好吃的，是好吃的。海鲜味非常浓，然后它那个面线当然不像俄阿米索的面线烂掉，但是。今天的最后一个甜点，甜点。Good morning， 大家早安。今天是我们在迈阿密，差不多剩最后一天，因为我们明天早上就要搭飞机。今天有点在下雨，刚刚还有在打雷什么的。该玩的我们也玩了，该享受的我们也享受了。今天差不多就这样。我现在正在准备，等一下要出门。我想说，刚好在换指甲，就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指甲。我超喜欢昨天做的这一款，有点害羞的那个指甲，所以我觉得今天选一个类似的。这个是新的款式，然后你看它上面有一些玫瑰啊什么，还是粉红色。我发现我的手非常适合做粉红色系列的指甲。这次的指甲一样也是跟欧娜拉合作，他们家指甲贴片我已经用过非常多次了，就是我每次出来玩一定都会带，因为我觉得很方便。你要搭配衣服搭配心情，随时换都很快。然后我现在已经蛮顺手了，所以基本上我大概20分钟以内就可以全部差不多弄。他们这次还有推出新品，这个新品就是你们看它上面有一些水钻什么的，或者是一些贝壳，就我觉得还蛮适合搭配他们家有一些比较素的指甲。像我今天搭配了这些，其他手应该都会蛮素的，所以我觉得做起来应该就会蛮好看的。我想说现在做做看给大家看，那
为我现在有点舍不得要把这个给卸掉，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一款，昨天做了渐层款的。我刚起床，手指已经先泡了一下热水。他们家这个贴片只要用热水呢，都蛮好卸除。你看，我现在已经卸了四个，但是它粘在你的指甲上也是蛮粘的。这几天我都没有掉，我自己觉得，因为有时候我不会像这样每天都换嘛，它可以维持大概7到14天，两个礼拜，看你怎么维持。洗碗如果洗的比较多啊，难免比较容易掉。不过如果是那种命很好的女生，不需要洗碗的话呢，应该是就可以维持的非常好。我出来玩就这样子，带着一盒，还有他们家的那个光疗机，然后里面有光疗凝胶，然后我会再带一个指甲刀跟另外一个这个剪刀。这一包里面都会附两个酒精棉片跟一个那种指甲锉刀，就很方便。里面会有两条指甲贴，通常我都会选比我自己指甲再小一点点的，比较可以贴的牢一点。这一个搭配这个大拇指就还蛮适合的。好，我现在来配一下。昨天去吃了晚餐，我非常的满足。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满足的吃完晚餐的感觉了。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如果吃那种高级料理，我常觉得很贵，然后吃的比较多是气氛。但昨天那家我真的是蛮满意的。气氛我觉得反而没什么气氛，因为它其实就在一个饭店的拉比，好像大家去游泳池会一直要经过那个餐厅，所以我觉得气氛倒是还好，但是食物的整个 presentation 啊，跟美味程度真的非常的棒，就是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餐厅。那我觉得迈阿密的话呢，我自己觉得这边是一个 party city 吧，就我没有觉得不好玩，但我也觉得没有在很好玩的感觉啊。真是有点矛盾。我们又回到一样的角度了，现在在阳台，我已经化好妆了。这个手呢，弄完就是这样。你看，今天跟我今天也蛮搭的。我今天穿一个粉红色的裤子，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但今天就是一个没有行程的一天，因为感觉等一下又说要下大雨，而且我发现现在才9点半，一整天到底是要干嘛？所以我们应该就是在饭店求一下，然后吃个早餐，喝个咖啡。不知道啊，我觉得我可以找一个博物馆，看今天博物馆有没有开，感觉可以去博物馆。毕竟室内行程很适合。Come like a summer breeze when I fall like autumn leaves. Wouldn't it be nice to grow old together? Cause you're calling out to me, but there's somewhere I gotta be.我今天有一个爱尝试的心情，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它上面写的 Y 饼是，OK， 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像肉汤，然后里面有一些白色的豆腐跟一些火腿什么的。嗯，还 OK， 但那个肉跟豆子的味道很重。
难吃，但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再点。来吃一下迈阿密非常有名的古巴三明治，嗯，那它里面就是火腿 cheese， 然后 pickle， 很清爽，各位观众，现在是晚餐时间，大家有觉得背景很熟悉吗？这间餐厅好吃到我们决定再来一次，因为明天就要回去了，所以今天赶快再吃一次。那我们今天都点了比较不一样、更不一样的料理。嗯 ，My God， 好期待啊！ Like a storm, you're killing me.感觉要在机场等很久，这几天大乱吃额头上面冒了一颗痘，今天上身全部都是肤色系列，上面有些小蝴蝶小粉红色，蛮可爱的。